熟读《三国演义》，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有很多名将组合，例如刘备麾下有家喻户晓的五虎上将，曹操麾下有骁勇善战的五子良将，孙权麾下不仅有四大都督，还有江东十二虎臣，袁绍麾下有河北四亭柱，甚至连吕布麾下也凑齐了八健将。因为那个时代是一个真正的乱世，很多名将都不得善终，所以这些组合也大都中途便缺了人，被迫解散。不过要说其中最惨的组合，还要当属曹魏的五子良将。为什么要这么说呢？在演义中，刘备的五虎上将有赵云、马超二人得以善终，孙权的四大都督陆逊、年至耄耋才病逝，其余三人虽然英年早逝，却也不算惨死。江东十二虎臣也少有人最终马革裹尸而还等等。可是曹操麾下的五子良将却无一善终，而且其中四人死因都如出一辙，另一人则被生生气死，而且至今都背负着骂名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第一位，乐进之死。其实严格意义上讲，小说中并没有提到乐进之死，但是他自合肥之战受伤之后便没有再次露面，很可能是不治身亡了。合肥之战的时候，他与张辽一起对抗孙权大军，因为本身骁勇善战，表现十分出彩。不过当他出阵与吴江凌统单挑时，两人不分胜负，曹休偷偷射中了凌统的坐骑，乐进正打算抓住机会斩杀凌统，不料吴江甘宁也射出一箭，正中乐进面门，于是乐进翻身落马，这是他在小说中最后一次出场。结合其他名将翻身落马便意味着阵亡，因此乐进很可能是五子良将中第一个丢了性命的人。第二位，于禁之死。于禁是曹操的心腹爱将之一，在襄樊之战的时候，曹仁被关羽围困，曹操派出的援军主将便是他，可是于禁却因为嫉贤妒能，破坏了属下庞德斩杀关羽的良机，最终被关羽水淹七军，惨遭生擒。不过与此同时，他也是一个爱兵如子之人，于是为了保全手下士卒，他选择了投降。后来关羽败于东吴之后，于禁则又转而向东吴请降，不过孙权并没有留他多久，便为了转移刘备的仇恨，向曹魏称臣，并将于禁送了回去。虽然于禁投降的出发点是为了保全士卒，但是他的行为还是没气节的表现，于是回国之后遭到了曹丕的侮辱，曹丕命他为曹操守墓，并命人将他投降仪式化于灵璧。于是当下于禁见此画像，又差又恼，气愤成病，不久而死。不过此事并没有因于禁之死而画上句号，反而讨论度一直居高不下，至今于禁都因降敌一事背负着骂名。第三位，张辽之死。张辽是五子良将之首，他的战绩比起于禁和乐进都要出彩，例如合肥之战的时候，他作为合肥的守将，在兵马远远少于对方，又被对方先下一城，还没有援兵的情况下，他不仅创下了以八百破十万的传说，还威震逍遥津，利用伏兵差点生擒孙权。然而这样一位名将也没有逃脱惨死剑下的悲剧。夷陵之战后，曹魏发兵东吴，此时已经年迈且有病在身的张辽被吴江丁奉射中腰部，最终不治身亡。第四位，徐晃之死。比起前面三人，徐晃之死便有些敷衍，甚至令人无力吐槽了。诸葛亮北伐的时候，联合了魏将孟达为内应，司马懿被派去阻击诸葛亮之前得到了消息，于是在出征之前打算先除掉孟达，使自己没有后顾之忧。在途中，徐晃表示愿为先锋，随司马懿一起前往了新城征讨孟达。小说第94回中写道，徐晃军到达之时，达大惊，急扯起吊桥，徐晃坐下马收拾不住，直来到壕边，高叫曰：反贼孟达早早受降！达大怒，即开弓射之，正中徐晃头额，未将就去，当然身死，时年59岁。也就是说，与乐进、张辽同样中箭身亡。徐晃之死非常冤，不但没有体现出名将应用的水平，反而像是过家家。第五位，张合之死。张合不但是曹操的五子良将之一，还是袁绍的
河北四亭柱之一，他作战经验非常丰富，是一员不可多得的名将。只不过演义中他性格非常急躁，而且不将他人放在眼中。例如曹魏诸将都忌惮张飞，他却说自己视张飞如小儿，结果误中张飞之计，被杀得狼狈逃窜，差点被曹洪军阀处置。在诸葛亮北伐的时候，他依旧没有改掉这个毛病。于是当诸葛亮因粮草不济无奈退兵的时候，司马懿打算派人追击，他便选择了主动请缨。虽然司马懿一再强调他性格太过急躁，不适合这个任务，他却坚持要去，到大丈夫投身报国，虽万死无恨。结果在司马懿早就提醒过他蜀军必有埋伏的情况下，他依旧中计被包围，并百余个部将皆射死于木门道中，大约是万箭穿心的下场。通篇分析之后，我们不得不承认吴子良将是三国演义中最悲惨的名将组合，他们五人全部不得善终，其中四人还死于同一种原因，另外一人则被生生气死，并被嘲讽了千年。当然了，真实历史上的他们经历和结局都与小说有着巨大的差别。